Realme GT Evo 大獅子，不是紫色的紫啊，是刺紫的紫。現在開箱來看看，未開的這部一個膠套啦，還有一個65W的快充和插電線，沒有 earphone 送的。這隻就是大獅子，刺紫的紫。後面是我不知道它是素皮還是什麼啦，你們自己看看啦。這隻不是玻璃機背來的。銀色的磨砂框都是很輕的，現在的機器全部都是超薄的，超輕的了。還有屏佔比都高的，你看這下巴幾窄，你看看自己那部舊款機是不是很厚。旁邊左右兩邊都是很窄的。這個應該是直螢來的，直螢來的，這個不是曲的，直的。日本設計師森澤直人設計的，有這個簽名。鬆緊一點會有坑紋的。三個相機雙 LED flash， 有沒有看到？直螢